자, 캐립. 캐립. 자제. 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上啊，一日的课真闲啦吼，即马讲过啊。即等讲咱台湾的古早的代志，所以我叫做讲过啊。但是即个讲吼，无一定你听过，因为伫统治者的手内，伊绝对不爱互你知影即个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即是咧讲清朝的时阵，伫台湾。有一个咱的民族英雄戴兆春，吼、哦，伊的出生来源我会解说。还佫有竹竿戒道，可能你捌听到吼，竹竿戒道，吼、哦，漳泉道，漳州人佮泉州人落去拼，吼、哦，啊，闽客道，葫芦人佮客家人落去拼，吼、哦，就等等。啊，佫咱台湾有一个叫做普渡，普渡的来由来。哦，讲予大家了解，即普渡中国无即个普渡啦，吼、哦，敢若台湾有普渡，啊，即马中国也有，敢可能有是为台湾学去的，啊，伊毋知学啥物，啥物话讲毋知影，但是哦，咱今日来解说即款代志，予大家了解一下。1862年，台湾割予日本是1895年，所以真晚我。和日本挂和日本的时阵，戴兆春的抗清事件，伊戴兆春是彰化四张犁的人。什么叫做四张犁？咱台北有六张犁、七张犁、三张犁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即荷兰人计算土地的一个单位，吼、哦，一张犁、二张犁、三张犁，这是一个单位啦，吼、哦。伊是中华四张犁的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甲因大兄袂合，要争夺土地吼、哦，所以伊组织土地公会，一个一个八卦会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扩大组织叫做天地会，这个会是啥物会意思？你知？这个咱知影讲，咱迄个有鸿门天地会。红门天地会有青帮，对不？哦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咱台湾人伫郑成功的时代发明的一个产物。这个物件传去中国，啊，中国它产生抗清的代志，哦，啊，抗清的代志，连孙中山也去为夏威夷学去这套，哦，组织新中会。这是咱台湾人传出去的物件，啊！在迄个时阵，哦，伊来做规模更加大的天地会，啊、哦！迄个时阵，1862年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太平天国，吼、哦，在中国有内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有内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台湾的治安也无讲介好，无讲介好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政府就需要一挂人去给抓查啦。啊，这个戴兆春吼、哦，退满清官员，训练地方自卫队来抓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的实力就愈来愈大，人数到个万人，吼、哦，万人就是讲哦不得了，这是民间的自卫队哦，咱台湾人在清朝的时阵是袂使做兵，干来会使做勇，勇敢的勇，吼、哦。你知影满清的兵哦，身躯拢有一个，口口啊写兵还是勇，哦，兵就是政府的军队，啊勇袂输警察安尼的意思，哦，啊，所以伊这势力就大个，到个几啊万人，哦，啊，啊，另外一方面，中国个满清官员来彰化县杀人。越货的强盗愈来愈多，为中国派来的班兵，佫无战斗力。什么叫做班兵？班兵就是讲来台湾做兵哦，敢若会使做三年来尔。啊，三年哦，就爱佫转去，因为袂使互你踮台湾留伤久，
变做军衔的台湾，所以这挂爱回去的兵叫做班兵啊。所以讲三年官两年满，来个台湾做官做三年吼，两年六底下都爱堆回满满满到回去，好、哦，这叫做班兵，好、哦、班兵，啊，佫无战斗力，好、哦。186年3月，好、哦，满清的一个官员。到个中华抬着一个八卦会的总理，姓洪的，啊，所以戴尧舜真生气，所以专自立为王，专攻入去中华，吼、哦，啊，用我大元帅自居了吼、哦，啊，分过来王成立独立王国，哦，这是戴尧舜抗清的代志。军师兄有进殿哦，抬了这个生擒哈，抓、哦、了这个台八卦会昂中立的人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孔少慈，啊孔少慈去用抓去了自杀，啊刷了四个戴尧舜攻鹿港，为家己攻大家哦，等等的代志。八个讲刀六门，搁讲台的家己、哦、但是无讲家己无成功、哦、啊！这个时阵，满清毋是点点互你拍，伊就较紧的，伊的兵在台湾哦，无法度应付哦，大家拢贪官啊，贪官的时阵哦，这代志就歹做啊，啊，所以伊就叫哦，哦，为中国搁派兵来。啊！中国派兵来，这回因就得到优势啊！啊，又过来无多久，陆军提督林文察，林文察是啥人？林文察就是这个玻璃林家啊，林献堂的职工。叫做林文察、哦啊、派兵来台湾、哦啊、两度征兵，不过派兵爱两边、哦啊、所以、哦、满清兵大家进兵、哦啊、全戴尧舜去用关入去内山、哦啊、买手去用台死、啊、戴尧舜革命起义拢总三年、哦、这个革命活动吼，也是讲是兵变吼、哦，就是讲军事政变啦。哦，伊本来都有武力滴吼。甲、哦、以前哦，咱有介绍过这个台湾民族英雄林松文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朱一贵吼、哦，有真大个无共款吼。啊，一死了后吼。哦在大中军大甲吼，路边吼有一个大将爷庙，吼、哦，到个1976年有考古学的发现吼，伊、哦、这就是抗清英雄戴尧舜先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吼、哦，给他改名叫做义勇爷啦，吼、哦，爷庙啦吼。哦即吼、哦，你看这个条啊，这么细个啊，呢，这就是台湾的迄个民族英雄的墓啦，是这款样的啦，吼、哦。内底就写义勇，吼、哦，爷，吼、哦、义勇爷，吼、哦，这内底啦，吼、哦。这就是这满清的统治台湾吼，因学到一项代志。哦，就分化，爱甲台湾人分化，哦，分化是要安怎要分化？因在这个朱一贵革命的时阵哦，这个分化就在屏东的客家人，啊，客家人专去抬这个朱一贵，哎、欸，哇，安尼都生来啦咧，恁台湾人抬台湾人咧。啊！甲你制造混乱，哦，就是这分化政策，甲我今仔日同款，
咱大家爱注意，即过去的历史，过去的历史嘛是讲今嘛，咱台湾人爱注意的所在。哦，即、这个伊互你一个小团体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小团体，伊满清官方哦，唯恐民间不乱，你愈乱愈好嘛。满清的官员看台湾是敌境，啊，你这是敌民，啊，你乱上好，啊，啊，你唔好抗抗清哦，抗清我这个官都免袂使做啊，哦，都爱互调走，啊，你若唔是抗清哦，你若是家己在小台，无要紧，你在台台时候，哦，这是满清的时阵对付台湾人的方法，哦，这个物件哦。到个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吼，咱也可是在用这部在台湾吼，和你台湾人对抗台湾人。哦，你若要信哦，唔信拢无要紧，你注意个看吼，这个台湾的这个真侪代志都是也个在分化你台湾人。哦，咱台湾人受到分化。哦，啊，这分化的迄个分类制度。就是讲，要烧台，互相要烧台哦，各家咧分类，分几类、几类、几类、几类，分出几类哦，爱你爱知影哦。伊讲你当要敌境，就是讲在台湾啦吼，这座混乱上适合管理哦。像讲在朱一贵的时阵，革命的时阵吼，闽籍就是葫芦人，甲粤籍客家人。共同敌人是满清政府，所以不分彼此联合抗清。但是客家领袖吼、哦，为了朱一贵无立因无叫因家朱慧山为王哦，伊就投向满清。哎、欸，我若无做着什么大官吼、哦，我都来做国民党，意思是安尼，啊，都投清啊啦。啊，投清，啊，这都是族群分化。啊，即嘛，咱阁继续讲个。伊即个朱慧山吼，唔多，去挖满清了后，啊，满清唔多，甲朱一贵在战争，建业咧。啊，建业对，这朱慧山吼，朱慧山吼，即、这个。有什么优待无？吼、哦，有啥优待无？伊甲因吼，甲即个廖别啊吼，请去福建，福建请去北京啊，甲太太死。你这个人吼、哦，背骨的人吼、哦，我都那就对你背骨的人，好啊，所以个卖是该太死。吼、哦，所以做背骨的人吼、哦，各个到位会去互糟蹋。但是完全了解之后，会使分化的族群，台湾民族会使给分化、哦、所以利用闽客族群械斗，哦，渐渐发展到个讲一个语言的漳泉斗，哦，啊，再个发出同族斗，哦，啊，到底有几种咱族群械斗？第一闽客斗，哦，即看了知啊，葫芦人甲客人会斗，因为语言无同款，哦，差真多，哦，伊认为客籍会使利用，所以刻意分化闽粤，即有帮助，有帮助你通敌。第一千五一年，完全刻意分化，哦，发展出这种。令台湾人自相残杀的分类制度，将台湾人的视线为这个贪污枉法的政权移转到闽粤问题上。哦，这哦，这嘛，赶快贪污腐化，无去独立治理吼、哦，啊，内底讲美牛案，是不是在分化？吼、哦，你都爱怎样讲？这对政府的。
的使用的手段啊，空空就个一人拢都陷入古伊的迄个陷阱来对哈，啊，这是客家人甲河洛人的客斗，叫做闽客斗。啊，这个是漳州斗，漳州人讲的腔口，甲泉州人讲的腔口，小可无同。哎，安尼好，恁那里落去学台，吼、哦、啊，甲你分化，吼、哦，比用个河洛话漳州人甲泉州人武装械斗，这是另外一类，一个闽客斗，一个漳泉斗，啊，一个县级斗。你明明是这个，比如说你说你是这个嘉义县的人，啊加彰化县的人，哎，落去台，哦，哎，卖想讲，哎，伊叫你台你就台，啊，都有影。迄个时阵吼，袂，那迄个政府官员，他们也在甲你塞龙当的塞龙塞吼，所以咱会发生台。族姓斗，姓陈的甲姓陈的嘛会使抬，姓王的甲姓王的嘛会使抬，所以发展到这里才厉害。过来客客斗，哎，客家人抬客家人，哦，这客客斗，哦，这是可能听到的人真少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做一个客家人，都搁甲客家人抬，哦，这嘛有就代志，同宗族斗。这阿杰家己啦，落去台职业团体互动，这个团队拢是，比如说拢是搬运工，啊、哦，搬运工，哦啊，你这间公司的，啊，伊迄间公司的，啊，落去小台，哦，这叫做族群械斗。族群械斗，即卖要阁看会着。他的阴影就是宋江鼎，这你都不听的哈。在庙的顶头有一个宋江鼎，这都是族群械斗的，这个背后的物件哈。到到这阵也够有的哈。啊，咱来统计伊的数字，哈，数字就是讲分做七类，他都要讲做七类。第一次分类械斗是在1551年，哦，就是朱一贵起义了30年，满清占着台湾38年了后，才开始。满清占台湾38年，才知讲，嗯，一个这边也会使控制台湾，哦，啊，开始啊，哦，38年，这个发展出。和台湾人自相残杀的分类械斗，哦，为台湾内部削弱反清的力量。啊，以后满清就大家提倡这种方式，所以台湾拢总有38遍的族群械斗。咱台湾人抬台湾人有38遍，专靠反清的力量哦，才变成自己内斗。有38遍，啊，就是讲平均每4年半拢发生一件大型的分类械斗，哦，大型的分类械斗。我所知影，台北有漳泉斗，哦，漳州人甲泉州人在帮甲抬，啊，抬输的走来延绵北路这边，哦。哦，这漳泉斗，漳州人甲泉州人抬，哦，啊，这是分类械斗哦，有38遍，哦，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讲满清的官员，哦，那发生大案件，哦，地方官有处分，所以任何人民抗争的代志中。连官拢个暗暗看看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哦，那是无对上级上级哦，请兵、请饷爱钱的案件哦，往往不见于官书。就是讲哦，
中国历史黑白写，无要写真的给你听。那无用着中国派来兵，那无用着另外一批钱来处理的时候，因那会使砍的，我就来砍砍起来。哦，我砍起来，我这个官哦，我都已经做三年啊嘞。啊，三年官两年，那底下都跌个满满满嘞，吼。因为避免上级的责难，所以哦，这应该是三十八案之外哦，也佫真侪抗清的事件哦，无伫官方的记录哦，这个有一寡物件去用砍起来哦，啊，抗清的迄个企业名。诶，名称定做民变，哦，唔是讲翻满清哦，讲啊，这是人民发生变乱，哦，猥亵责任，哦，啊，满清占台湾213年中间，哦，每一年半都发生集体武装抗暴事件，咱伫即个。满清统治台湾的时候，每一年半都发生就抗暴事件，都族群械斗啊，抗清事件真多啦吼。所以哦，频率之高，期限之长，史无前例。哦，咱台湾人无要做奴隶哦。在历史上嘛，真少看到这款反恐这么频繁的代志。所以咱谚语。咱古早话有讲，十年一大患，五年一小患。那十年一个大患，这满清政府实在有够烂，哦，贪污贪官一大堆，哦，啊，五年一小患来形容满清占着台湾，是受到台湾那个人的唾弃。啊，为1782年乾隆时间到个1876年光绪的时间，拢总95年间哦，发生了案件92件，都、就是每年都有一件发生，这是发生上频繁的时间。啊，发生的地区主要都是喀麦隆地区，喀麦隆是倒位，都、就是即卖宜兰，哦，宜兰叫做喀麦隆。格马兰哦，刷了就是淡水厅，淡水就是讲桂林、台北、同新竹、苗栗到台中一带。啊，刷了彰化县，彰化是包含彰化县南投、台中市、云林县甲台中县的一部分哦。啊，这就是我讲的迄、那个，加些龙山市嘛，哈、哦。啊，互相拼，啊，输的人就走去大稻埕，哦，这在台北啊发生族群械斗，哦，族群械斗，这是漳泉斗，漳州人甲泉州人，哦，啊去用挑拨，啊袂下，啊全发生的，哦，啊即马嘛是同款哦，即马即个。这煞海城隍庙哈，这都是城隍庙哈。城隍庙这个庙地倒位，这个庙地筹划过，筹划过哈，为南京西路哦，一挖入去哦，都看得到这间庙哦。哦，当时发生这个民变，都是在这搭哦。哦，财产性命损失，所以叫做械斗。啊，伤亡严重，真歹摆避免哦。无管是性命的损失，当时社会哦，拢无法度估计伊的伤害啦吼。啊、哦，因为械斗过程，官方相对做的是办理控制规模民变角色，哦，互人民哦不再相信政府的法律。因此，社会对修法哦无法度提升哦，
这个问这个问题吼，咱台湾人全修法哪有路用？政府都无修法啦咧，直到到个日本时代吼才改善。哦，台湾人修法的精神啊，啊，画地自界，自我设限，啊，为了要避免再度发生代志哈，所以搬厝啦、动画啦、平息哈。啊，人口较少的这个一方，定来迁到位置较无好的远的村庄，哦，啊，这也促成中立平埔族迁徙或加速汉化，因为哦，你两排路一建哦，啊，建书的一排多人路迁爱迁走，啊，迁走迁去，哎。就入去坡边坡住边坡边坡的迄个地盘，所以个边坡有通婚吼，哦，所以咱的血液来对吼，以即卖林玛丽的估计吼，哦，咱有85%是边坡族的血统，哦，啊，即卖讲满清移民吼，哦，他多就是。内斗啊！即话讲移民是虾米物件？吼，哦，满清占台湾了，吼，哦，啊，伊对台湾哦，花了8个月的时间，开甲台湾占落了，用8个月的时间，才决定甲台湾的一部分划入去满清国的地图。咱有看到了，咱的。林秘书长电脑有一张地图吼，台湾安尼西半部迄属中国的吼，哦，毋是全岛吼，即，哦，来证明伊敢若已经开发的土地，甲你收入国完全国的啊，哦，啊，啊，一个有吼，伊。满人用个少数民族统治绝大多数的汉民族，满人吼，哦，的人口占着汉人人口无到1%啊，所以吼，哦，1644年满人进攻北京，来打北京，啊，迄个时阵，满洲人的人口60万。年轻啦，查某拢算在内60万，啊，60万的人口来统治汉民族，汉民族迄个时阵人口偌济？有到世纪咪6000万，啊，跟那加无清，到世纪咪差不多1亿，啊，咱60万对6000万多1%，所以无到1%的人来统治你这么大的国土。因家的白痴哦，拢来台中国哦，做这个官长，哦，所以到后尾就这个官长哦，你有看到迄个电视剧哦，迄官嘛，迄个官长迄种饭桶的啊，拢无知识的吼，哦，就是原因就是安尼，毋是所有温州人拢安尼，但是因的上无路用的人来中国做官长。啊，伊阁无法度吼，哦，你台湾若有兵变的时阵吼，伊阁无法度派吼，无法度相信的汉人的兵来台湾，吼，哦，伊惊讲，哎，欸，啊，派恁的兵去，啊，甲台湾的，因为说连他到底那都来抗清啊，安这嘛无，吼，哦，所以都配上班兵制度，吼，哦，班兵制度就讲3年1年。爱调个倒转去，台湾不组成，台湾无去城。咱知影台北城、东门、总统府对面的东门城，迄东门城奈去个几间那尼啊，无成一个城门。这个城阁还阁欠一项物件，没有护城河。这个城吼，本来去城就是讲，乌家的土起来去城。
啊，挖起来即个叫做水沟啊，坑水，你外围人要入侵都无，哦，都增加困难度啊，但是无咧，台北城也无护城河，啊，城阁加加加啊，哦，迄是意思啥啦？本来满清不准台湾起城，占着台湾了不准，啊，那也不准。你这三两下，你怎啊？就台湾人犯的时候，这个城变做保护台湾人的，马上一下都叫台湾人退去，啊，都变台湾人的，啊，完全的派兵来攻城，那么困难的真厉害，所以哦，不准去城，包括台南、府城、台南，哦，拢是简单去往个敌啊，哦，做些篱笆啊，你啊你。是简单的，叫做安尼叫做互相哦。啊，台北恁大家看会到的吼、哦，受到满清贪官的欺压的民众，过来出钱出力帮战满清官员吼、哦，的民众啊，这都是奴隶啊。哦，你用欺负啊，这个官钱来帮战伊。这边是奴隶是啥物？哦，啊，家己在做奴隶，我唔知影，我做个做欢喜，哦。所以满清移民，唔是讲多一个族群，伊唔是讲挑工讲客家人。我伫网络发表一个文章哦，有人甲讲啊，你伫骂阮客家人？哎，我讲唔是哦，要做了别爱的吼、哦。除了客家人以外，漳州人有漳州的移民庙，泉州人有泉州的移民庙，原住民也有移民庙。要做了别的，伊拢鼓励啊！哦，只不过即阵所有的人哦，拢无要去拜这个移民庙啊，但是客家人即摆也过拜个，嘿，哦，所以即个就是讲。伊个思想也搁在迄个阶段，也未开化出去。哦，1721年水鬼革命的时阵，客家的多军英哈丁丁，伊变做大清移民，伊做大清移民啊、哦，啊，就是客家人做了别啊。啊，在1795年陈州全反清的事件中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嘛是收复鹿港的人，皆名满清义民，哦，退满清，摕起来鹿港，其中一数量哦，数倍于官兵的广东义民甲鹿港义民，啊、哦，在1786年林松文起义了后哦。毛原住民哦，向叫做义民，班次孝顺之别，就是讲，你要做了别啊哦，唔只是客家人，葫芦人同款有，原住民原住话同款有，甲你分化了后，你就讲讲哦，啊，咱甲一寡代志讲互听，就知影讲啊，咱唔好上当。主要是咱卖上当、哦、所以为这块的物件，咱来个乖乖看哦，哦，有绝对多数的工党客客家族群哦，哦，啊、有鹿港的泉州人、原住民，哦，啊，满清政府就会想利用这块移民。来削弱反清的力量啊！哦，这反清的力量哦，为中国调兵来是一个真大事。但是，甲你乌你家己来对的人，你家己来对反你家己来对，是上简单。哦哦啊！伊对台湾的迄个
招募义民的出发点吼，哦，有下列陈述：那边善贼党，台唯有招募义民最为上策。那边和台湾的革命军吼，可以改善吼，就是招募义民，就是讲最为上策。我这个满清的军加一个义民，就是贼人少一伙党，就是讲台湾人都失去一堆啦，一堆力量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互相消长，哦，你都看得出来啊，这是真清楚，指出为敌人挖长墙角，分化成功，加一名满清义民，就革命军就减一名。就是讲，咱系知影讲，过去咧统治者利用这满清移民吼，诶、哦，这个腐化来分化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安怎分化？你若要来做满清移民吼，吼、哦，有绝招，想属官职，互你做官，吼、哦，啊，都真侪人爱做官咧，吼、哦。文娘给你钱，夫婿老西人我提一些钱给你，试点哦，过来过来做礼拜哈、哦，免税免租税，建忠义亭给你起庙哦，颁匾表扬哦。啊，这种方式和一部分受到分化的人哦，加入满清的统治阶层的满清移民，因为满清政府伊是一个政府的力量，就讲你呐反台湾人，我都吼、哦，给你官职，给你钱，吼、哦、啊，给你包贬，吼、哦、啊，给你安尼欢喜，嘿，安尼看起来敢那。完成做关键的移民袂歹，啊，佮佮你起移民庙，吼、哦，啊，互你吼、哦、日子过落发爽快。林爽文起义是漳州人为主体，吼、哦，因为林爽文的祖籍是漳州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乾隆皇帝褒扬广东义民与泉州义民，吼、哦，所以迄、那个。乾隆皇帝哦，褒扬广东义民，就是、客家义民，甲泉州义民，泉州人，泉州人做料别啊，哦，就是伊来褒扬。啊，即卖讲一个代志，就是家己吼、哦，咱只有家己人无？哦，有哦。啊，家己以前的名叫做啥？堵路啦，叫做堵路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堵路那叫做家己，因为林爽文抗清的时阵哦，这个住的堵路所，这个、城内的这个泉州人吼、哦，专帮咱满清政府来甲林爽文抗清，啊，抗清吼、哦，让家己无陷落。啊！马秀完成一处派兵，二处派兵，三处派兵，把林爽文消灭了。伊讲哦，哇！第一个堵路山的这个泉州人哦，异形可嘉啦，异形可嘉。你这行为会使红恶咯。所以既然哦讲异形可嘉，啊无这个都市的名改名叫做嘉义啦。嘉义的名就是安尼来，实在吼、哦，这由来吼、哦，那怎样吼，嘉义人会感觉真艰苦，那这是不义之城啦吼，啊嘉义啦吼、哦，这个那退满清死的吼，伊都放这个包装。包装匾额，乾隆御笔，哦，这赐广东义民，哦，这是铁证，就是讲
满清政府来占台湾的时候，啊，引起族群械斗，啊，族群械斗渐渐的，啊，我都发这个包装哈，这为这边读过去哈，啊，包装哈。客家人知影伫满清移民的光环下，受到满清官方的偏袒，所以以后甲泉州人、漳州人、原住民就占尽便宜。哦，这种利益管理下的官方自愈的移民的客民，哦，屏东有六堆，哦。主一古的时阵哦，发电哦，伊个这六堆诶，这客民哦，有受到礼遇啊，甚至于这发展到危害地方的治安啊。满清移民的迄个政策是以康熙末年主一古起义的时阵，因有客家人从官攻击主义鬼，哈、哦，为这开始的时候，被满清优奖的移民，以客家人上最，所有移民大多数是狐借虎威了，哦，而公报私仇，哦，啊，甚至肆意杀戮，哦，犯罪，哈、哦，无恶不作，哦，其民为义民，实比贼甚。迄名叫做义民，其实偏差哦，搁较厉害，搁较歹。这是卢德嘉《凤山采访册》哦。义民在满清官方的操作下，提出升官，和你做官，包装，新义扁，修文，免租税。建圣义亭、忠义亭、典寺，哦，啊，这款物件来给你侮辱的时候，让人袂记，本来伊来追求的是自主，我不爱做满清的奴隶，啊，即摆再去做满清的奴隶，哦，啊，愈做愈欢喜，这就奴隶的心态，哦，这是六堆的忠义祠，哦，起个遮大间，六堆哦，六堆在屏东啦，哦，屏东即卖嘛是一个六堆，哦，啊，这间庙即卖嘛一个存在的，哦，1721年屏东德产乡，哈，六堆忠义祠，啊，哦，原名忠义亭啦。康熙60年的时候，本来是讲朱一贵的时阵吼，六堆的先民呐，啊。雍正10年，哈，哦，雍正皇帝下令重修忠义亭，哈，哦，啊，乾隆51年，哦，台湾民族英雄林松文革命，哦，六堆军协助清军诱惑包装匾额，哦，这就是到后尾就伊都分袂出清楚。抗清是本来是台湾人共同的利益，啊，即嘛变做一个人哦，个人的代志哈。在日本时代，当时日本人嘛要笼络六堆的军民哈，哦，的民心，哦，所以期待六堆的居民的忠义精神转化对天皇的效忠，哦，所以在古那边的那祭典上，哦，派高层的官员参加，哦，日本在明治34年西元1901年，1901年就是日本占台湾1895年第六年而已，哦，第六年，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到现场来参拜，哦，
这通底下感觉这真好用咧，哦，甲你分化，甲你分化，你台湾永远袂团结，哦，啊，这就六堆的地图，哈，什么前堆啦、中堆啦、后堆啦、东堆、西堆啦，哈，这一挂所在，啊，咱会使看讲吼，加下屏东啦，哦。七分柱、九炉啦，叫九炉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六堆。好、哦，以用个效忠朝廷这个美丽的口号下面哈，未记的大局，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进一步为全民争取自主的迄个革命军开火。所以满清移民完全脱离了反清复明。本来咱台湾人是要反清复明，但是因为满清政府甲你鼓励了，伊进一步扶清灭台，甲你扶清，和满清用起来吼，啊来灭台湾吼、哦，有志之士所不辞。满清移民也无汉族的人应有的立场，不但无帮咱汉民族反清革命，啊，颠倒头来加入贼群，成为帮凶，成为台奸，啊，这就是移民伫咱即卖解说，伊无要做一个主人的意思，伊干那要想要做奴隶的意思，哦，对。成为帮凶，成为台奸，哦、啊！通底价以用个分而治之，给你分开，给你挂棍啊的，哦，分而治之，哦。这用个满清政府用个这个伎俩，两百年来，造成台湾本地人的分裂。这个分裂到个21世纪，即阵嘛是伫分化阴影中间，哦。上容易看出来，台湾本地人武装起义的时候，满清政府就大量发出强烈的手段，哦，并上时的时候制造分裂制度来破坏族群的和谐，哦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物件满清是安怎处理的，哦，啊，满清对个台湾革命叫做匪徒啦。哦、相反的，对于满清官员出钱出力的人，叫做移民呐、啊。啊，满清移民，不是属独一的族群的特别的称号，但是客家人在面对漳州人、泉州人跟原住民的时阵哦，特别强化祖先对于移民符号的认同。这个是这奇怪哦，这客家人哦，虽然都认同这个移民这个称号啊、哦，来谋求更大的生存资源啊、哦，不但客家人居住之地数十所移民庙，终于此成为客家人最重要的民间信仰。爱知啊，真侪。真侪客家庙吼、哦，就是移民庙啦吼、哦。过两三遍百年了后吼、哦，嘛、哦、有人在讲发扬新移民精神，哎，这样读个歹歹去，你都无读台湾历史，干那会用学古早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发扬台湾历史，吼、哦，都要做了别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第二十一世纪的台湾。研究台湾历史，看到满清移民，咱应该说是一群无义之民呐、啊，这没有意义嘛。伊都未记家己是虾米人，哦，这嘛是一间移民庙，拢起个遮尼大间，哦，
这在朝天宫附近的哈，这林松文地条村的事件，北港的移民兵为了保护家园，哦，啊，受伤死的人哦，该囥在家，哦，啊，所以叫做移民庙，哦，所以这个移民庙哦，这不止客家人，哦，这个他带迄个迄张相片哦，这张相片哦。这是在多，这在吼、哦、北港镇，有人去开下看过无？这间移民庙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在讲的一挂代志吼，这是有属性。啊，这个是新埔的移民庙，哇，去到这大间你看麦，吼、哦，哇，啊，这拢翘白溜吼，吼、哦，啊，移民都变做新如意了吼。哦啊，咱台湾人死的叫做啥？吼、哦，后壁会甲你解说吼、哦。这平定的平镇的移民庙，1788年，吼、哦，的移民庙，啊、哦。但是客家人哦，毋是戆戆啊，伊嘛无戆，嘛有人觉醒起来，就发表一个话，新客家人的理论。新客家人的理论，林东台湾，第一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住台湾，我是台湾人，在头一项代志，林东台湾，洋气做客的心态，我来这不是做人客，我来这是做主人。客家人爱有这个精神，我来这是，我住在台湾，是我是台湾的主人。哦，这款的是太多，哦。你住的国度的客家人，应该跟原乡世代隔离脱离母体。你本来为广东来，那个切会长，其实拢你早早就跟平埔族已经混血，85%是平埔族人，哦。啊，你还搁在讲你是客家人，你不是客家人，你是台湾人，哦。客家人，台湾客家人的原乡，就是自己打到的土地上。哦，你的原乡是倒位？你的老家都是台湾，安得着？你莫讲我的老家是梅县，哦，啊客家啊，过了百年，还搁在梅县。啊，你袂记得你是台湾人，食台湾米，啉台湾水，哦。啊，你去做了别啊，啊，你都唔对啊啦吼。台湾是客家人流浪的终站，你甲台湾对讲，我无要阁耍，这都是我的家。不要讲我是客家人，永远做客，卖你迄个心态。你讲这个都是我的厝，这都是我的家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为这个家来努力。当客家人哦，不再是流浪的客家的时候哦，把台湾当作自己永远的厝，但是客家人首要的课题，这是客家人哦，大家要有这个觉悟，你的原乡就是台湾，哦，你是台湾人，哦，先做个人来为大陆来。但是袂输父母、父祖、祖先哦，离我而逝一般，不可痴恋。哦，客家人怀台湾主人的资格是必要的。你爱家己感觉，你就是台湾的主人。哦，那客家人把台湾看作家己永远的厝。任何人无法度将个分化，哦，咱台湾受到分化都是安尼，你就是你个台湾看作是你的厝，哦，当时汉子爱是分子，哦，因为咱台湾哦，迄、那个多数哦，参照一个汉族嘞，所以咱台湾人叫台湾叫做汉族啊，哦，家己叫家己汉族啊，哦。
这就是因为台湾本地人遭受到满清的迫害、分化、屠杀，哦，啊，每一个人充满着共同的意识，哦，因为台湾的外观参照汉字，所以大家用个汉字啊来表达是台湾人，哦，这真特殊的名词出现。为台湾历史的发展，汉字啊，这个名和台湾人发生亲密的同胞意识，哦哦、所以哦，这你那是汉族啊，哦，听到这个就是跟外来的统治者有区别啦，哦，未使，即卖嘛是要搁个分化哦，山东人的儿子在台湾出生，阿伊讲伊是山东人，阿、啊、去个山东人，人去个山东，人叫伊什么人？台胞，无人叫伊山东人呐、啊。哦，阿伊家己讲我是山东人，你是什么山东人？你是台胞了，哦，台胞了。也還有一種叫做孤卑、哦、有很多位、哦哦、這就是裡面有刻字啦、哦哦、欲自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祭祀與碑、哦、頂頂、哦、這就是相受血腥的外來通敵者刽子手所建立的，咱翘翘的台湾人一看就清楚，咱的民族英雄拢互叫做匪、土匪。咱的民族英雄都一个就去壮烈士，无甲半个。到甲今仔日，壮烈士在拜什么人？绝对毋是台湾人，毋知在拜什么？哦，共款。这就是殖民统治到今仔日，抑阁伫台湾人的身躯上的铁证。这孤卑，这一只孤无哈、哦，啊，这有一个碑文，这碑文哦，普通写两种文字，一种是满洲文，一种是汉文，哈、哦，啊，都各种攻击哈、哦、都写的，这是在多位呢？这是在迄个台南哦，赤崁楼，哦，赤崁楼的外口哦，都有这个图片的。所以咱讲啊一堆，讲啊这吼、哦、是主要即嘛要讲的。大王讲普渡的由来，吼、哦，即毋着咱头拄讲了满清去做了别啊，去咱台湾人台时啊，佮起一间庙，遐尼大间吼，真侪间对无吼？啊，即嘛讲台湾四百年来的开拓史，吼、哦，为欧洲的荷兰人来，吼、哦。屠杀计怀疑，咱有讲过计怀疑，吼、哦，台湾民族英雄，吼、哦，啊，以后，吼、哦，满清统治台湾213年中间，发生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分类戒斗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原住民遭受屠杀，吼、哦，这种遍地史诗一直不断。重复在台各地发生，这哦，台湾人用台戏哦，啊，尸体要安怎处理？有人知无？那个满清的料不要去用台戏哦，那满清政府都该提起台，来起一间庙，吼、哦，因为死不是死一个人，是几哪个人？啊，就起一个移民庙。啊，那咱台湾人用台戏，安怎处理？啊，凊彩代代吼，凊彩代代吼，我跟你讲安怎凊彩。好、哦，日本时代吼、哦，咱有7年的浴血抗战。14年的武装起义，
也个森林大屠杀、阿公店大屠杀、大巴尼大屠杀。大巴尼就是即卖台南的局子，哦，大巴尼，哦，集体屠杀，哦，统治者绝对袂和被杀的台湾人立碑建庙，绝对无甲你起庙啦，啊，绝对也无咧甲你知道啦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哦，尤其两蒋时期，李立白大屠杀。这个西路边的压瓦的无名尸，所以由各地各村庄合葬，建立一个墓碑，叫做大墓宫。就是路边一堆死人，啊，你要怎处理？哦，该挖一窟一较大窟的，哦，把尸体给蛋蛋落去，哦，啊，给抬起来。阿伯安怎讲？叫一个名，哦，叫一个大王公，啊，还是讲幽燕公，哦，有求必应，哈、哦，你该求什么，伊会甲你应什么，哦，啊，台湾人有一俗语讲，吼、哦，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庄头庄尾大王公，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咱就知道台湾拜土地公真普遍。啊，但庄头庄尾哦，大王公就是咱台湾人死真多哦，大王公啊，这就是台湾受到外来统治者屠杀后特殊的迄个景象。这是大王公一个部啦吼、哦，这芝山岩，这个芝山岩啊、哦，这算大门的啦吼。哦啊，这是1859年同归所，这是死后咱台湾人来起的，哦。捡来枯骨，哦，收的庙是真多，啊，这庙是大部分在山地、庄稼、田埂、道路边，哦，所以规模很小，参就土地公。这类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有人有幽燕公庙，佫叫做金刀庙，哦，啊，即挂无主的骨头叫做千家祠大将庙，千家祠，千家祠，就是我们唔知伊姓啥物，啊，千家嘛，哦，幽燕嘛。八姓公嘛，哦，这是台湾特殊，因为外来统治者把你屠杀了后，哎，一屠杀，不是讲客家人都不会把你屠杀哦，伊嘛有克克斗啊，哦，你这台湾这挂人拢是异，你拢是这个叫做敌人呐、啊，敌民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台嘛，哦，啊，就介就会部队来嘛，是把你台。今天在台湾吼、哦，也个人看到大王宫、哦、但是数量急速减少，因为土地起价、哦啊、土地有值钱，所以专开发起厝吼，等等破坏真多去哦啊！即群为台湾牺牲性命、无名建树的公墓哦，未使正式进入中历史。咱台湾人死的该死啊，袂使入去忠烈祠哦，这哦，外来统治者对这种大王公、幽燕公，哦，那在台湾拢到处拢有啦，哦，所以这款物件，你应知讲过去咱台湾为着家己的独立自主。牺牲偌侪性命，吼、哦！这你看嘛，这八里幽燕公祠，这个吼、哦、应该吼、哦，这里是烧金纸的桶，啊，然后两个金汤大三个，这结结啊，一个人要无一个人管呐、啊，哦，这就是第八里，哦，
巴厘岛这款的。啊，恁不但在路边看到这款的吧？不，这都是咱的好兄弟啦，哦，这就是咱哦，这个普渡哦，咱普渡就是在拜这挂无主的冤魂，啊，那无主是其实伊是台湾的民族英雄，啊，替咱去死，哦，啊，死在路边啊，争头争尾，全个扣扣带带，哦，像这款的哈。哦啊！啊，这个有翘尾溜的，这个、土地公，这个无翘尾溜的吼、哦，这游泳公，哦，咱即摆养人啦，吼、哦，你即摆注意看路边的，若有这款庙祝，哦，所以台湾产生的另外一个节日，就是叫做普渡，这普渡全世界干那台湾有。哦，普渡的意思就是拜这大王公、游泳公，每年台湾各地拢热烈的进行，为七月十四到甲七月三十，台湾各个村落为普渡的无闲，啊叫即挂行为叫做好兄弟，所以即卖咱大家了解，什么叫做好兄弟，什么叫做无分野鬼。哦，这就是为着咱台湾牺牲性命，咱的民族英雄，哦，啊，因为伊抗清、抗国民党、抗日本、哦，抗满清等等，啊，去用台西的路边，啊，无主的冤魂呐，哦，啊，听伊讲，礼拜的时阵。吴碧阳的阿伯向台死，啊，因阿姆就是因阿伯的这个某吼，去找到南港桥，甲找到伊的尸体，啊，甲伊的尸体某去抬，啊，伊干那某因翁的尸体嘛，村的尸体敢无某无嘛，哦，啊，所以村的尸体全。变成大膀胱、哦哦、民间认为这个古坟、哦、应该有 较尊重，所以每年都会出现普渡，咱来尊重这些人为咱台湾来牺牲，所以就有这个普渡这个情况、哦啊、安抚为了开拓台湾所付出性命的代价，这个人叫做好兄弟，哦，这就是解说好兄弟的由来，哦，像这，这嘛应该几百年啊嘛，哦，这会使予人看讲啊，确实这后边哦一堆无，后边啊一堆会死人的骨头滴，哦，啊，这都、就是，你去。你去世界去游览，敢有看到就这细间阿庙？绝对没有嘛，敢那台湾有那尔嘛？哦，哦，啊，这游泳公，哦，这有较大声淡薄，但是哦，这袂使跳尾溜吼，啊，跳尾溜是行为，咱这吼、哦、好兄弟，吼、哦，啊。万圣宫，这是我最近翕的。这几天我去桂林的和平岛，啊，和平岛一间庙，做大间的，就是这间庙。万圣宫吼，和平岛，啊，我就问遐内底吼，哇，过来的人怎么遐在开讲？我讲恁家庙后壁是不是有？有这个蒙啊，蒙啊布置的，伊讲有哦，真多哦，安尼乱七八糟真多啦。啊，我问讲，啊，你知迄大侠人？伊讲唔知咧，哦，连庙过庙的人都唔知啊。我讲，迄个人叫做好兄弟啦，
哦，伊讲对对对对，又叫迄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啊，好兄弟，咱四个恁食。哎，伊讲唔知。我讲即款好兄弟，就是为着咱台湾牺牲性命，吼、哦，为着你的国人的和平度吼，咱们四个呀，吼、哦，恁爱该尊敬，所以恁该起这间庙。伊讲对啊，阮都是很尊敬即款人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起这庙，啊！我讲安尼个，我个我个我倒头来过来问你一件代志。啊，即挂人去哦，通底只台戏，啊，因敢一个一个徛喺遐呆呆去用台戏，因拢嘛是反抗，啊嘛台戏对方的人，啊对方的人叫做啥物？唔知。哦，我讲你伫过庙，过敢唔知？迄挂人叫做移民庙啦，移民啦。哦，伊讲安尼有道理。哦，哦，即移民、甲幽燕公、甲大王公、甲好兄弟哦，都相对。啊，伊讲移民拢客家人咧，我讲无一定，有葫芦人，有客家人，咱台多规个历史咱有在讲，有客家人，啊有泉州人。有泉漳州人，有原住民，哦，要做迄落料饼啊，哦，啊钱互你啦，官位互你啦，吼，啊你啊向买去，哦，所以爱注意，即个代志过去发生，今后嘛是会阁发生，哦，啊所以我伫甲即个，甲因即间万圣宫，哦。在讲的时阵哦，哇！伊在请我去去，哦，我是伫路边吼，啊，在请我去去讲，我都该讲这段历史吼，互伊听。好兄弟是为着咱台湾来牺牲性命的民族英雄，但是无名无实，哦，啊，即嘛因吼都会去宣扬，哦，所以。我写书，我这点特别提出来，让大家了解。哦，好兄弟不是无主的冤魂，是为了台湾牺牲的民族英雄。哦，这是今天要讲给大家听。有什么问题无？有人有问题无？对这个今天的讲法，还有意义？讲哎，你安尼讲安尼哦。安尼唔对，我的见解吼，另外一种，吼、哦，因为我在讲历史吼，满清统治台湾，吼、哦，满清统治台湾哦，伊是满人呢，啊，满人本来不爱伫台湾呢，经过八个月了，啊，不得已啊，好像收台湾回来，收台湾，啊嘛收这个西部平。平原一带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当时这个西戎来占台湾的时候，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18000家，啊，西戎家7500家，第六地啊，家己包。哎，啊，那报给我满清政府，满清政府摆伫台湾，哎，啊，那会使，所以一阵。康熙皇帝惊替台湾的困扰的所在，所以伊建议清朝皇帝几项代志：第一，派兵去台湾，派官员去台湾，三年一任。所以，干来在做三年官，因只皇帝听了，嗯，袂歹。这三年官吼，伊无法度当去台湾惹是生非啊。哦，三年多啊，安尼好。第二项，西隆建议哦，不准西眷，袂使草帽仔囝去，帽仔囝拢囥喺中国，要创起来，哎、欸，做邻居对啦。你这帽仔囝哦，囥喺中国哦，你当台湾家乡，我都甲你问无，恁无台戏，恁囝台戏，哦。第三。台湾袂使起城，台湾不足城呐、啊。哦，台湾
像讲这个去台北城哈、哦，是日本人要来占台湾前十年才去的啦。1895年日本人来，1885年才去的。哦，安奈占台湾213年，爱经过200年了后，才会用想要去台湾的城。哦，迄是无法度啦。还是安怎来无法度，因为台湾发生着一挂涉外事件，哦，尤其迄个牡丹社事件，吼，哦，即、這个日本兵哦派兵3600名去车城，屏东车城，吼，哦，登陆，啊去甲原住民战，原住民战战的哦，家己的兵死12名啦。啊！但是破兵死的哦，一三分之一啦，啊，一个三分之一哦，调兵啦，送登去日本啦，所以这场战争哦是战啊起来乱七八糟啦，不爱战啦，啊不爱战，佫拄到迄戆啊戆啊中国人哦，哦满清人，佫摕50万牛群请伊登去，傻瓜，哦，所以咱伫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形了后。你就知道过去、哦、咱台湾的人、哦、真辛苦很辛苦、啊、现在也不困惑到多少，咱都要自己做主，自己的主人、哦啊、最好咱现在在赞成说用比较先进的国家来给我们管，因为比较先进的人有民主、哦，较有民主，较有迄落人权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落后的中国人来管咯，啊，你衰啊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，甲日日不共款，甲你屠杀，日日拜的屠杀吼，有一句话，柯远芬讲的，吼、哦，也是柯远芬讲，宁可误杀99，我安尼凊彩杀死99个人，迄拢无罪的人，该杀杀死。只要一个真的就好了。那台独一个哦，是反共，这国民党诶，安就行了。这是这个东西的话，好、哦，咱今天就讲到这为止哈、哦。啊，谢谢各位啊。加克力，加嘞，嗯，加这。是够耍了，直接。